Chibi.爸爸是谁吧？谁宝？我是哪一个？妈妈是企鹅。欢迎收看《动物奇观》啊，不是，欢迎收看《狮狮 TV》。介绍材料啦，啊，这是我们材料有什么？有杯子、胶水、绘本、红砂。红砂水，还有这个搅拌棒，食材，现在进行珍珠奶茶史莱姆，Go！接下来我们调色完成，要加红砂水，让它凝固，让它凝固吧。好，快快快！哇，乌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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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大！啊，这是你看。完成啦！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做我们的珍珠奶茶，彩色珍珠有一阵子非常流行。哦，好，再来给我一点。我来帮你吧。要不然都是珍珠，老板会亏本。好，来奶茶。哦，耶耶，珍珠奶茶完成。可以吧？珍珠奶茶史莱姆，老板，我们成功了吗？这是餐厅的老板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片，可以记得我们的频道，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可以购值，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是 TV， 下次见，拜拜。购值，购值 TV。